廣告時間都完啦，阿笨仲喺度思前想後，十五十六究竟跳唔跳㗎？究竟佢跳唔跳得過先？喂，你唔好咁煩啦，跳完好專心㗎嘛。好嘢，阿笨終於跳咗上岸啦，不過似乎呢係向後探多過向前跳喎。人哋話拉牛上樹辛苦，計我話拉狗喎，都好難㗎。不過阿尖呢一次呢都算係豁出去㗎啦。不過一切咁樣跳，你睇下跳得係非常之美妙㗎、那個動作。喂，絕無